嘞，哦嘞，哦嘞，哦嘞这边，哒哒的哦嘞哒，哒哒的哦没有嘞，啊，不是，因为电子柜一定要擦干呐、啊。你就要我的裤子，你太过分了啦！就在这里转弯。我明明就不是要拍你，我在拍我的大红嘞。不够干呢。你不是要闹我这边来啦？舔什么舔？有米味啊！不行，他会伸舌头。会有感觉，那个真的会有感觉。痛，有时候你手这样咬，然后他会全部放进去。然后就超痛，嗯，他会然后咬那个小小的这样。可是他好会调情人家哦，每次真的，对，然后会鸡皮疙瘩呢，会受不了，半身都麻的。哎，他好亲亲哦，你根本就是强迫他亲你，是吧？一直那边一连串在讲话，他就会大哦嘞啊。哈哈，嗯，我们是在房间。大嘞，你怎么不学大妮妮呢？你们的怂恿是会。大妮妮，大妮妮，干干。哈哈哈，干。他会靠腰。嗯。哎，其实他真的好温驯哦。上次阿姨她表弟的时候，她买金刚鹦鹉自己养。哎，我好想要哦。她说她要养，我说自己养，不用那么懒。自己理发，哎，好干呐、哦。哪有干？好干哦。那里哦。会不会关心？怪你。哎，我白衣服哎。哎，这哪脏啊？我们都擦过了，有没有很脏？很脏。是为什么我很脏？倒嘞倒嘞，哎，那是生米，它会不会拉肚子啊？它会咬，哎，它咬破了哎，它咬破了。对啊。啊，为什么你？那为什么你有人家还好啊？就没有那么大力呀。哈哈哈。再吃一颗。你们就不用吃饭了啦。三个你包了。哒哦嘞，哒哒的哦嘞。老师叫不就真的忘了。涂正浩的儿子叫什么？嗯。涂正浩的儿子叫什么？涂浩正。昨天是谁问我涂正浩有儿子？你为什么不开口了？我要讲什么的？刚刚。太，好，就是。你到底要解释什么？就讲涂正浩的儿子。所以是青蛙弟。那青蛙弟的爸爸是涂正浩，那你把涂正浩放在哪里？嗯，他是生他的爸爸。所以养父是涂正浩。OK， 我应该要教 Olin。大奥林，吃完了没？吃完了没？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亲亲。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录影。我而且就是，我是用 LINE 要给涂正浩的。啊！我轻一点呢、啊，很重啊。你去抢劫你们家的多多就好，为什么要抢劫我家的欧莲？多多会咬我。就因为多多会咬你，就用我家的哦。好可怜哦，我觉得我家小孩是被侵犯吧。害怕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兔子好，拜拜。